1月11号上午，由复兴镇引进的爱生意生物科技项目在该镇开工建设，区委副书记董国喜出席仪式。爱生意项目是复兴镇引进的第一个体量超千万美元的外资项目，也是全市首个在乡镇投资过亿元的外资项目。该项目由马来西亚 SNE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兴建，计划投资3300万美元，集生物科技、驾驶培训、农家乐于一体。项目投产达效后，将为复兴镇工业经济和镇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，提供新的支撑。总部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，总投资超过100亿人民币，业务遍及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等地区80多个国家，是一个主营行业以绿色资源性产业整合的跨国公司。此次签约 SNE 公司将取得玉衡山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85%的股份。相信 SNE 公司在中国一定会做大做强，那我也保证今天我们所有的经销商无以回报，我们只有有最棒的业绩回报给公司，这样最大的决策才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是还是不是？在公司开盘的第一个月，我保证完成主席的任务，就是2亿，如果2亿不完成，我把你们剃光头。好，非常感恩感谢。Bye.
迎马来西亚的兄弟姐妹们到中国来开辟市场，我们深圳团队将全力协助，一起共创繁荣。耶耶耶！我哋广东团队，我哋广西团队，我哋广东团队，我哋广州团队，欢迎你！马来西亚的伙伴们，来宾的家人们，欢迎你们来到中国，一起共创 SNE 的辉煌。SNE 是一个不分国界、不分年龄、不分种族、不分文化的一个大爱的事业。我们基地将传承马来西亚 SNE 的爱与感恩的文化，将SNE 这个大爱的事业进行下去。我们也必将承诺在中国区开盘第一个月完成2亿的人民币的一个大关，创造世界纪录。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